突发奇想不是突发奇想，是我刚刚打完一场竞技场，然后我想看一下卡包。对，那我刚打开卡包的时候发现，一个紫色，两个紫色，三个紫色，真的假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被唬烂了。先看一下金良。对，那重点是为什么会有三张紫色？挺好，我这场竞技场只打了三胜，我只打了三胜。对，打了三胜竟然有三个紫色，吓死我！我们来看第一个吧。哦哟，真的。第二个。好吧，第三个。对，一包三 AP 可，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做到的，就这样，我只打了三胜哦。好，好吧，谢谢。我就想录一下这个，呵呵。再见。